刚踏进校门就被眼见学弟妹包围，每个人都抢着要合照。金牌羽球男生王麒麟亲和度也爆表，通通来者不拒。我对有时候可能训练比较累，上课的时候有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他也会直接就是不会说不会包容，很开心可以拿到这金牌，可能当作老师退休的礼物。在冬奥拿下金牌，碰上导师退休日，特别打回台湾送上祝福。这一位超暖性格、圈粉无数，就连最近推出的防疫影片《连院》也逼近5000次。保持室内1.5公尺，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。爱心版防疫距离被大赞超级萌，但从14号开始，两人就要正式训练迎战10月的汤姆斯杯。奥运后发现多了很多粉丝，那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支持我，然后也在多关注在我的运动表现上，因为我们也其实就是个运动员，那我们也快要回归我们运动员的身份。冬奥后首战就要飞到丹麦比赛，过去中华队止步8强，期盼这回有金牌，男双加持能带着中华队夺冠，再度刷新队史纪录。八新闻家庭卢志行新北创报道。民生八方市，尽在1小时，锁定88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